叫梁薇薇莫名其妙来到古装剧中，成了皇后。可是，哎，你还给我！哎，你让开！有什么资格整成这样？这把衣服脱了。如你所见，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、皇帝宠爱的万凤之后，而是一个卑微受虐、活不过三级的倒霉催。 不仅要配合这个臭皇帝充当工具人，还会无限惨死，我会一次次的死在祭天大殿，每次被刺，剧情就会自动循环。过来，问一下，今夜皇后就在此处。<笑><笑> 臣妾遵旨。哎，编剧大人，我怎么才能活着回去啊？太后驾到！太后，啊，皇上，太后娘娘怎么来了？ 皇后驾到！皇上，美人无需惊慌，进去！啊！不想被太后发现，就听我的，皇上。 皇后出入宫，原本哀家还担心你不适应，看来哀家是多虑了。有劳母后关心了。帝后感情甚笃，前朝才能安定无忧。收拾好了就马上去祭天大典吧，祖宗的规矩不敢怠慢。儿臣遵旨。 就算你再怎么做，朕也一样讨厌你。我知道，同为棋子，何苦相互为难？棋甫奏雅乐。 祭天祝祷，吉时已到，取缔。哎，我来。皇后，为国祈福，臣妾当仁不让。 皇后，皇后，我就不信了！祭天祝祷，皇后呢？
只要我跑得够快，刺客就追不上我的脚步。皇后疯了。六，躲在皇上身边总行了吧？刺客看不见我。皇后疯了。这次我就赖在台上不下去。七，吉时已到。娘娘疯了，给个活命的机会吧。八，疯了。九。皇后对梦寐以求的后位有什么不满意啊？一个活不过三级的皇后，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这样的新婚之夜，我来来回回经历十二次了，你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我看你摔了十二次同心锁，看你和他卿卿我我了十二次，在你们床边当了十二次衣架子，你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皇上心痛，皇上心痛，他的胆子。皇上，你打呀，你打死我好了，反正我也死了很多回了。你打呀，你打死我。打死你，我怎么向太后交代呀？来人，将皇后带到院中罚跪，没有朕的允许不准起身。皇上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皇后犯上，谁要是敢求情或跑去通风报信，定斩不赦。你会后悔的。皇上，莫气莫气。什么狗血剧情，烂俗编剧，一定要活下来，我就不信了。秋风起，轻踏的酒瓶，放下眼去多少白衣，故地上有情。又我看大王上前的新剧，那边叫你训练的你不去啊？我先过去了，你马上过来啊。嗯，说。可怜呐，烧成这个样子。皇上再不喜欢皇后，也应该照应着两老将军和哀家的面子。母后教训的是。小小妃子以下犯上，你可知罪？臣妾，来人，将真美人给哀家拿下，掌嘴五十。是。太后开恩，太后开恩了。皇上，皇上救我！皇上，皇后娘娘所受的，哀家要她加倍承担。母后何必为了区区一个美人动怒呢？昨日是朕昏了头，伤了皇后，也应当由朕来弥补。皇后身体孱弱，从明天开始就由朕陪她去行宫静养吧。皇上有心，哀家也不能总难为皇上喜欢的玩意。谢母后。去吧。
最好给哀家生个龙孙，嗯。那祭天大典，等皇后身体养好，给皇家开枝散叶，就是对祖先最好的报答。祭天大典不办了，等皇帝和皇后回宫再议。啊，只能先去行宫之后再说了。哎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不等了，让皇后自己。我来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出门在外，多带东西不吃亏。你这又是做什么？上车啊！市里的车你就上了。你这车挺大的，坐两个人没问题。我不介意。站进去。哎爸，哎呀，你给我忍着，出发。撤！啊，好了，下去取水。我忙着呢，你自己去吧。皇后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我好不容易解锁新剧情，我不得吃好喝好，还有空管你？唉，朕和真美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这大事小事皆打点得当。你皇后啊。可温柔贤良多了。皇上，这事儿就是你不对了。你说你喜欢人家，你还天天指使人家干活。你说你这夫君当的不行啊。你连三从四德持家之道都不懂，你还说朕？我怎么不懂持家之道了？我跟你说，后宫是小家，天下是大家。我现在这样，纯粹就是在帮天下这个大家节省粮食呢，懂吗？吃吧。哎，我，哦，怎么了？好的。这儿疼啊？嗯。肝周炎吧。这儿吗？上过点。不，往下往下。这儿。啊，这走。这儿吗？啊，有。这儿。你到底哪儿疼啊？你是不是全身都疼？这事太慌了，咱们下去按吧。哎，医生。哎，你。走。加快马车。不是。撤。停车。马师傅。你好啊，皇嫂。王爷，没事吧？现在安全了，行宫就在不远处，我得先行一步回去做准备，一会儿见吧。嗯，走吧，皇后应该是来不了了。我来了。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？我不就没给你好好捶背吗？你还把我扔那儿了？
你知道有资格吗？那没有王爷我早死了。那王爷呢？来，进去了。你们怎么不走啊？快点。夏海，不要！王嫂莫怕，是小薇。哦，原来是只兔子呀，可吓死我了！哎，对了，有没有饭呀？我饿了。啊，陈弟也早已准备好了酒菜。皇兄皇嫂，换个衣服即可用膳。吃个饭还要换衣服啊？不是，能不能不换啊？我都饿死了。这刺客该不会……算了，先不想。朕办事不力，请皇上恕罪。罢了。南郡王突然出现，是皇后命大。南郡王此番突然回城，恐有阴谋。替朕向三皇叔传个话。遵旨。你这就要拿不住了。别动。你不是说你肩疼吗？我来给你按一按。你还记得马杀鸡一位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手法老厉害了，你一会儿别睡着了啊。你能有这手法？我说什么来着？你下药了？你趁这睡着没做什么。皇上，不是所有人都想害你的。我告诉你，多睡觉少工作，你看着迟早自己害死自己。行了，我走了，跟你按这半天也不给我钱。不用谢啊。就一分钟。行宫偏僻，不比宫内。皇兄皇嫂还请多将就。这还将就啊？这比我们学校食堂好吃多了。区区修缮行宫，还劳烦皇帝亲自监督。皇帝监督的是这翠微宫，还是朕？皇兄说笑了，臣弟奉母后之令，招待皇兄皇嫂，唯恐有所怠慢，何来轻视之说？朕当然是开玩笑了。你和太后母子连心，太后的心思皇帝最懂了。来来，咱们喝酒。来，话不多说，都在酒里了啊。王爷，我教你玩一个游戏吧。再走，十五、二十、五，十五、二十、十五，十。哎，赢了！来，再来，十五、二十、十五，十五、二十，没有，十五、二十、十五，十五、二十、十五，十五、二。来人，先走。王爷，你们练树林里的功夫挺厉害的，练什么功夫呀？王嫂说的是弹弓吧？皇上，哦，啊，对，可以啊，还能远程攻击。来，皇上，我给你倒酒，喝吧。王爷，你这顿饭准备的挺好。我先回去了，你们随意。
启禀娘娘，皇上有请。干嘛找我？什么事儿？奴才不知，只说让娘娘尽快过去。不听他们有关系。哎，皇上只传了娘娘一人。你这是想要你家主子好，就不要多管。来人，斟茶。这么冷，怎么又是你？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这何时传过你？你刚才那小跟班。皇上，你是不是发烧了呀？你慎远点。梁薇薇，你到底给朕喝了什么？我能给你喝什么呀？难不成我还跟你笑？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我这个脾气不是很有经验的，我。梁薇薇，朕成全你。哎，别！皇上，我知道你不是自愿的，你冷静一下。你冷静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你真不舒服呀？滚！别来招惹朕。这样好点了吗？你别这样看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是气血过旺，你把今天消耗掉了就好了。你才回来有什么？真的，你相信我，我有经验。加油！一。啊，你这体力也不行啊，才做了两组。身体太瘦了，下去，这不需要你。我在帮你啊。再说了，我要是能出去，我早就出去了，我才不想在这儿待着呢。又是汗臭。这看不想和你在一起。啊，奴才不负太后娘娘所托，幸不容命啊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快把门打开！薇薇，薇薇，皇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挺好的。我在帮皇上做体能训练呢。体能训练？啊？何为体能训练？体能训练当然是考验这体能的训练了。你别听他吹，他做两分钟他就不行了，他就是不行。是臣弟扰了皇兄皇嫂的兴致，臣弟告退。怎么？行宫地处偏远，走兽又多，朕觉得不大安全。皇兄放心，此地戒备森严，一只老鼠也跑不进来。朕还是觉得担心，要不南郡王保护朕，今夜你就守在门口，一步也不许离开。
是。看什么啊？体力不行，还怕老鼠。干嘛？男郡王在外面。你让他保护你呗，我也怕老鼠。而且你现在药效也过了，不需要跟你待在一起了吧？我先放过吧。又干嘛？给朕留下。开始吧，皇上。爽过皇上，不爽是吧？再来一次！我来了啊！轻点，轻点！这不能轻，得使劲才有用。忍住啊，皇上！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啊？走你！怎么样，皇上舒服吗？舒服吗，皇上？舒服吧，挺舒服的吧？感觉你还没享受够啊！再来一次！出来吧，皇上！怎么不叫啊？换一个姿势。我感觉差不多了，你趴下吧，我给你放松一下。哎呦！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有点期待了，皇上？小给我，我先给你放松一下胳膊啊。皇上，我给你搞了这么久，我都困了。滚出去！不许睡这里！你这个巧夺心切的女人。先说好啊，药不是我下的。再说了。你这体力也不行，还怕老鼠。你这个基因要是延续下去，都把全人类怪罪了。不要吃，不要，不要，你不要吃。秋风起，请他的酒杯，黄沙掩去多少爱意，故地深有情，回忆尽头又落雨，归隐少去。景清啊景清，行时阴阳怪气，睡着了还挺像个孩子。不及朝夕唱得可怜，在这个剧中悲惨身世的人生，还是看不透，留在掌心的泪滴，听不见你的声音。握不住年华，需要攒尽两笔沙，寒雨越加只因天涯。谁刻在心中厮杀，血泪为谁倾洒，刀剑已化生死已无话。
梁文。皇上。怎么是你？美人何以至此？皇上，臣妾实在是没办法了。臣妾实在想皇上，就偷偷溜出冷宫，想跟上皇上的马车。岂料路上遇到山贼，说臣妾总是碍事，差点毁了臣妾的清白。臣妾心里想着皇上拼死挣扎，这才逃了出来。臣妾好怕呀。山贼，昨日献策失败，这行宫地处偏远，何不再来一次？是啊，山贼，毕竟不安全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太后命令我培养夫妻感情，我们理应多一点单独相处的时间。那你能放我下去吗？我没骑过马。有点东西了。这个猎物，皇后可否亲手为朕取回来？有劳皇后。哦，皇帝，这不是腿脚不好使，这么远来捡鸟，你还阴阳怪气的。皇上。皇上为何如此开心？解决了一些小麻烦而已。喂，王爷，王爷，让开！皇上，皇帝何事如此着急啊？皇后身边的小红来报。说娘娘不见了。皇后，朕今天带她狩猎去了。皇上怎么不带我呀？怎么，她没回来？皇兄带她出去，却未曾带她回来。这是在责问朕？臣弟不敢。臣弟负责行宫安全，就得保障每一个人。多此一举。梁老将军劳苦功高，镇守边关，只得这么一个女儿。要是皇后在皇上身边出了什么差池，恐怕……皇上，莫急莫急莫急。皇上，臣弟言尽于此。皇上莫急。这是什么鬼编剧？什么鬼剧情吗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。
我还是跑吧，我不是等了八辈子的血没了，我。喂，是我呀！哎呀妈呀，终于有人了！我还以为熊出没呢，我腿都给我跑麻了。啊！小翠，哎，别，太粗了。王爷，快到了，你放我下来吧，没什么事儿了。怎么还不肯下来？放我下来，谢谢啊。这伤口要仔细清理。啊！皇后的事，朕自会料理，不劳王爷费心。皇上既然有心，又怎会让他受伤？朕的女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欺负微微，我就要管。朕都要看看，啊，怎么管？太后有旨。宣太后懿旨，命皇上、皇后、王爷三日后回宫，举办祭天大典。怎么还有祭天大典啊？这个循环还没结束吗？娘娘，你看，这菜做的天衣无缝，保证看不出破绽。娘娘，你当真要这么做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改变命运，活到最后一刻，绝对不会放弃。皇上，我来给你送。姐姐来了，一起陪皇上吃点吧。好呀，皇上，快尝尝我做的。明天祭天，朕要斋戒。我知道啊，所以这是素的。你尝尝。朕不吃。你吃。朕不吃。你吃。朕不吃。你吃。我来试试姐姐的手艺。多浪费。皇上，你吃这块。啊，我皇上，王后，你又下药了？我没有啊。你怎么了？夏太医。是。不是，我就是在里面加了点荤腥，我没下毒。你还敢狡辩？是真的，我就是想破下你的斋戒，然后取消明天的祭天大典。我真的没想干别的。你大费周章，只为破坏祭天大典？我没话说了吧？来人，把皇后带下去。娘娘，请吧。祭天大典上有刺客。一派胡言。是真的，我还知道这个刺客会扮成舞女呢。哎，娘娘，咱们走着瞧。小红，走。祭天吉时已到，取缔。今天到底怎么杀了？皇后，你在干什么？他是刺客，我证明给你们看啊！等着，怎么没有啊？
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啊！你没有剑啊？那你不是刺客。皇后，给我跪下！你成何体统？好嘞，放肆！皇后过去。好嘞，皇后疯了。这一下彻底没有刺客，我梁微微终于摆脱了炮灰的宿命。这是老天开眼，老天开眼呐！嗨，王爷，您不能坐在这儿，万一一会儿皇上来了，他又看见你，那又该生气了。你怕他？你不怕他？我只是单纯的不喜欢他。你还挺敢说呀、啊，有点东西。皇上龙威震世，唯独没有办法左右人心，让所有人都喜欢他。嗯，这个你倒说对了，霸总人设，他总是有那么一点致命伤。霸总，我跟你说啊，以我多年看剧书的经验，十个霸总，九个童年不行，八个单亲家庭，七个感情缺陷，六个洁癖，五个邪魅，四个失眠，三个胃病，还有两个喜欢硬派，还有一个是犯罪分子。你变得很不一样了。这是回忆杀。你也挑一个。这剧情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。微微，如果那天冲出去救你的不是皇兄会怎么样？我说笑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皇上，母妃娘娘早已知晓。前两次刺杀都被皇后逃脱，皇上今日取消大典行刺，实属圣命。是皇后告诉朕的。当初立后，我们是看中梁将军手中的军权，
以太后的意思，皇位可能落榜。可今日看来，无疑是埋下了隐患啊。我们军中的人来报，杨将军这次旗开得胜，打得顺风顺水，殿下常年在外的南郡王也回来了，和皇后走得如此之近，怕是有什么阴谋啊。按下不成，那就将他宠上高位，落下画柄，让朕光明正大的杀。快来啊，和我一起享受命运解锁后的平静。你这怎么回事啊？都是真美人。真美人？嗯，真美人和宫女嚼舌根，说你无宠，我气不过，和他争论，谁料趁主太过分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。嗯，娘娘，哎，这都不重要。走。嗯。这个也像哟，你个嘤嘤怪，这会儿生龙活虎了。参见娘娘。臣妾只是食物中毒，臣妾身子弱，向来不能吃鸡蛋，偏巧姐姐的御膳里有。哦，原来你那是食物中毒啊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碰瓷儿呢。姐姐不信，不信可以去问皇上呀，皇上最等臣妾了。皇上知道臣妾身子不好，一直嘱咐太医要关照臣妾的身子。我呸，来你们过来。你现在把它吃了，要是有事儿我立刻给你叫太医，然后郑重向你道歉。你那要是臣妾不肯吃，娘娘预备怎么办？那你就是以下犯上，明知故犯。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我打你还得挑日子呀。皇上，要让臣妾做主啊！哎呦！哎，娘娘！哎呦！大胆真美人，竟敢扳倒皇后娘娘！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有。哎，要是嫌二本宫饶恕你呢，也不是不行，除非你自己扇自己20个又小又大的巴掌。你疯了，皇上要知道定不会饶过你的。皇上会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你害我的事儿要是被太后知道了。删吧。声音太小了。主子犯错，奴才理应同罚。小红，是。删。删我！娘娘，这是皇后娘娘的命令。还删？娘娘，娘娘，删没完呢，20个嘛。